现在教大家如何修改。假如这是一条政策信，我们要把这一条信改成打曲折缝，就是万能拼缝的那种，曲折缝的那种，如何去修改它。现在我们给它退出选择哈，顶住这条信，就是刚才这条信啊，要修改的这条信啊，在这边属性这边给它稍微修改一下，按曲折缝，曲折缝完以后，在上面这里再点开，把它这个参数修改一下，横向针距，就是说它左右摇摆的那个宽度，我们一般是5.0的宽度啊，我们就5.0的毫米宽度啊，5.0啊，其他的，假如说你这里要改松一点点，改不要缝。万能不要太密，那就改成1.0或2.0。你要想松一点点的话，那就直接改成2.5。其他的不动，我们直接按应用啊，那这边就会有曲折缝的出来。而这一条线也一样，要改成曲折缝，我们也是一样的，在属性这边点到开头一个属性，里面一个曲折缝啊，曲折缝以后，我们再点进去，把参数修改一下。参数修改完以后，再按应用，那这边就有打万能了，是不是？它这边打万能线就出来了啊！因为刚开始它是一条线，我们要把它改修改成万能线。好，现在修改完了以后，我们再把它适当的保存起来啊。我们是什么机型的啊？什么机台的？保存。各种机台的那个相对应的那种格式啊，相对应的格式给它保存起来啊。